欢迎收看北曲电视台，以下为您播放快板唐老鸭大战快板四眼鸡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快板街的两位宿敌见面了。我终于遇见你了，快板四眼鸡。是你躲着我吧，快板唐老鸭。先拔剑，你先拔剑。我行走江湖四十多年，从不先拔剑。我行走江湖八十多年，从来未先拔剑。我不管，你先拔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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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就都不要拔剑。十年过去了，啊！我受不了啦！想看更多精彩的快板对决，就请锁定台北曲艺团2月10号到12号快板相声闹元宵，等你来哦。